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个叫做隐藏任务呢？我知道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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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很坏，他还要拿侄子，说我侄子很喜欢我，六岁。哎，我他给我看侄子的照片。我昨天想说，母亲是突然间喜欢我。他就说，我这样我比完之后，然后母亲就说，我帅啊，哥。当然今天没带，我带另外一副。我想说我待会可以拍。好啊，帅哦。哎，没有买，要不要一起？这是不是啊？我们通过方法记录看的。要不要给他？然后 cute。帅哦！几乎礼拜就要跟火星一起跳。你？因为他们要跟他们一起直播，但是我想问副歌怎么跳啊？你现在这样问出来的意思是想要我教你吗？拜托，一个副歌下来，拜托。好吧。我跟他们放手，不要再进你的借口点头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从今以后不再让你欺负我，不再让你欺负我，完美赚到嘞！竟然有原则教我，黑妹，你是不是忘记？啊？没有啊。你要跟我唱歌了吗？九吧，然后还有一曲2000年的。我开，先帮我选。对，你名字叫什么？是 AD。我等下可以看我们的。好了，超久以前，超久了。AD， 我要刮一首歌让你猜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爬到排排。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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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你刮的太好了。太好了。我觉得要难一点。好，难一点。你直接那个。难一点。刮刮刮刮刮。OK， 好。AD， 我刮一首歌给你听听看。好，你那个歌，好。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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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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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玩游戏，陆宇要玩游戏，现在玩游戏。你看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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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其实真的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你知道你有录过三次，就是生日快乐的影片给一个叫涂小宝的吗？反正他其实是我老板的小孩，他是你的狂粉。嗯。然后就想说，我跟你玩个游戏，然后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你的帽子送我。哎，我然后我会送给他，我送给他。乖，哎乖，我跟你讲，嗯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主持挖很大8年的小队长 Key。谁？你刚刚好明显啊！你是有任务。我有任务啊！因为不是每个来宾都有任务。啊？你不是每个来宾都有任务。所以你一定会知道我任务，但你又不知道我任务是什么任务。我不知道有任务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任务、啊。所以你在跟我玩游戏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处理别人，我不会露馅。你先去对别人啊，之后我再那个。你先去对别人 啊，我不会破坏你。Allen 哥嘞，很高，他们去厕所吧。哇，还没有死，还差三个，他 key 的也还没拍，他们也没拍。都过来哦，你差在那旁边。没有多余。
放的比较长，大家都出来。善忙哦，很难嘞，我觉得是不是发现了？刚刚偷偷尾随他，他都一直换位置。你说 A 哥吗？对啊。其实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就有跟威廉哥说，就是我只是很喜欢他，然后他觉得这番话很好笑，然后想要就是让他刮，因为我刮得很正常，他喜欢就是威廉的版本，那就让他刮一些儿歌之类的。所以你侄子真的喜欢威廉吗？他。好，还有最后一项的成绩，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个叫做？隐藏任务呢？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成女生嘛，对女生，帅哦，帅哦，呱呱呱呱呱呱！你现在这样问出来的，一定是想要我教你吗？拜托，要真的吗？这个我每天都差不多。好，来了，报告一下，你们要早上在那边呱。你们要玩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叫男生做什么事这样。好，做什么事？我的任务是要跟 Alan 哥拍完美照五张。哇！原来昨天我问我成功了吗？有。我成功大概三四张而已，真的是失败。失败？为什么？五张没有。他说要不同时段不能连拍。哦，对。我昨天想说，母亲是突然间喜欢我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？我们在休息时间，哎，两个完全不见人影，肚子痛，因为他在讲电话，对，他一直讲电话，因为他躲着你啦，我以为他躲我，然后我们怎样？有啦，吹气球躲在同一关，我在那个，他也在跟我拍，入口处，我是有听到 Alan 有跟他讲了一句啊，他说普京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，他们的要求很严格，说要可爱，所以这场比耶算失败。那你的呢？要你自己主动摘掉帽子五次。不用哎，哇，太难。哎呦，快来！第一天还给我聊帽子，哎，那个帽子没拆坏吗？哎，所以第一次是这样，我就第一天要找，就那一次，就看，这很久了，这很久。哦，我都没发现戴帽子的时候头发会岔出来，他就这样远远说，真的有看到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完整的拍到。我真的很在意，我的帽子没有弄好，然后露出去，我连我的 YouTube 说，我都每次拍完我都会先生气，而且我有一直提醒你，我就远远的时候就说，没有人在乎我，就做陈宇突然来过，就在乎我的头发，真的是你们说我整个超感动的哎。大家特别注意，感情不能勉强。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你这边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是昆达。哦，一起跳，放手。五次跳了。跳了。有跳吗？我连我还讲说，你可以不要一直跳放手。但是有跳啊。可是没有到五次，因为他刚说分开。哦，分开五次。我个人就两三次。三次。看你怎么放手。这边你要怎么的啦？呱呱放手，威廉首歌。你有跳舞手吗？没有，来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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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要他侄子，说我侄子很喜欢我，六岁。他给我看侄子的照片。有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拍了，我也跑进去。对，然后还有拍墨镜的时候，达达还想说我们三个一起拍，然后后来我又单独，你要过来哦，我想说他在。对啦，而且最开心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拍了之后，我这样我比完之后啊，然后比完之后，我帅啊哥。你还以为你是六把哥吗？来了，你以为你头发这么长吗？